下面请欣赏室内乐演奏《敦煌》，同样是优秀青年作曲家江莹的另一首著名作品，演奏者是我们布里斯本出色的一班青年演奏家，他们是华夏众乐团的乐手，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二胡专业、昆士兰大学硕士 Master of Music 的陈方慧，来自西安音乐学院琵琶专业、昆士兰大学硕士 Master of Music 的张楚楚，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北京、上海的优秀乐手宋玲 Kimberly、 苏三杜 James 江，还有我们的特邀嘉宾乐手山东艺术学院柳琴专业的塞利奇、四川音乐学院古筝专业的 Kara 陈、四川音乐学院竹笛专业的马静、四川音乐学院声专业的张维璐，以及艺术指导瑞林。Now let's enjoy a beautiful piece of chamber music performance of Dun Huang, another masterpiece by talented composer Miss Jiang Ying and a team of our talented young musician from Brisbane. 好，请欣赏。好请